结果啊，也对，有亮点，梗来了。实力分享讲得生动，台下笑声不断。资深媒体人陈雅玲透过一个又一个亲身采访经历，说明新闻幕后的故事，甚至作为一位公传者，危机处理手中同理心以及态度，并且要懂得运用科技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说，我先把这个东西变好看。那所谓好看呢，包括标题也是一种他想看好看，那这样子先吸引他之后，然后把我们的深度，我们想要的内容 content 给放进来。自媒哈，自媒来讲，要拍摄的时候，哎，现在忽然又有一个那个，以前没有碰到，现在就有。将心比心，了解大众需求，同时拒绝假消息传播，第一时间更正，并且提供完整讯息，考验团队默契与能力。假消息一定会比真消息来得精彩，所以多数的人他宁可接受假消息。好，那怎么样让大家不要接受假消息？这就要请大家多多提高他的文明的素养。台下学员听得认真，用心就是专业，勇于承担，期盼透过媒体力量传播清流，净化人心。大爱新闻柯兴智台北报道。